大家好，我是修车阿中，现在我在检查一部 Wish 的，它那个风扇忽快忽慢，我们来检查一下。风扇忽快忽慢，可以震一震，还在看到这个继电器会这样一直跳。快五百，这个继电器在一直跳，那个检查的结果是这个坏掉，刚刚有试过，就是高低压开关没开掉，坏掉，忽快忽慢，啊，离内会这样，轻轻抢抢，轻轻抢抢的。好，我们谈贵气。风扇忽快忽慢，是那个高低压开关故障，我们就谈到这，谢谢。